将运动趣味化，设计闯关游戏，鼓励民众多运动。即将登场的9月1日国民体育日，市府与基隆市体育会携手合作，将举办盛大的趣味运动闯关游戏。我们基隆市今年的国民体育日在9月1日在国门广场早上，那早上9点开始呢，在国门广场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，包含台上的表演，然后台下有很多摊位可以闯关，然后而且我们有体适能的检测，然后检测完呢还会有小奖品可以拿，那欢迎大家9月1日国民体育日一起来国门广场运动哦。基隆市体育会集结多单位进行筹备会工作，设计6款趣味运动游戏项目。9月1日啊，配合体育署运动啊台湾2.0的国民体育日，我们在国门广场有一个很大的体育活动，有柔绿球、太极拳、活力健康舞，还有我们的慢人9公尺，让我们全市市民来体验。只要有闯关过的话，我们有很多有 T 恤，还有运动拖鞋，还有这个电风扇，希望全市的市民大家来体验我们的柔力球的体验，还有太极拳很多体验。只要通过6关，我们就送了很好的很多奖品，希望全市市民啊，大家报大家知吼，运动上大奖。鼓励大家多运动，强健身心，欢迎大家关切运动爱台湾的网页，9月1日闯关拿大奖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